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哗啦当当当脆球第一天圆滚滚式的送客妙法，一起去吃大墩墩讨八道活动攻略元神 4.8 攻略。元神又开了新活动，还脆球。联机玩法就不说了，来看看单机玩法。第一关，团雀球可以左右移动，金色光标是发射的方向，空格是蓄力，代表发射的力度。如果不满意的话，可以点空格上方的按钮取消发射，直接用绿色球在正中间对准上方中间的球发射，力度四分之一左右，不要太大。第二个绿球发射也不要力度太大。这里力度太大了，用最后一个普通球稍微再往外撞一下吧。有五个白球被撞出红框就能拿满。第二关，这关是要把所有球都撞进红色框，红色球可以黏住别的球一起拖行，蓄力五分之一左右就行。把另一个也粘进去。最后一个球直接向上发射进红框，力度比之前的再小点，